基庙有160年左右了，因为是道光8年嘛，我们来到这里，以前呢本来是在景美国小那边，后来我们那边因为风水不好，后来搬到这里来，大概有160年左右。有别于一般民间常见的妈祖信仰，正殿内所供奉的主神为宝仪尊王。相传宝仪尊王为唐朝武将张巡，于唐朝安史之乱时死守睢阳城，忠肝义胆，壮烈牺牲，并因此确保了大唐江山免于沦陷。而一路从河南迁徙至台湾的先民，则有感于宝仪尊王的庇佑及守护，因此在台建庙供奉，一般也被信众尊称为昂公及昂公庙。我们现在把庙埕打开之后，庙埕最近还有占了很多那个违章嘛，现在有大概好2-3家已经跟我们谈好了，大概明年底大概他们要搬走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庙埕通通打开了。打开之后，我们要这个庙埕再重新整顿。那整顿之后，我们前面还盖一个那个牌楼，牌楼就是你整上来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景美基庙在哪里，就是以后就是广场就是给人民使用啊，那个也可以。游览车也可以顺便可以开进来，所以以后到我们这边进香非常的方便。谢谢各位，欢迎我们全国这个善男信女，如果你有信仰我们宝仪尊王昂公的话，希望你都能够来到我们这边参拜啊，我们昂公会保佑你这个女的漂亮，男的身体健康啊，家庭美满啊，这个事业发达。谢谢各位。景美吉运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